这个圆圆的是什么？哎，据我所知是里面的员工要借工具的时候的一个凭借啦。假如是你要借电钻，你就拿了这个号码，一个人对一个号码，是给他压吗？对，压着，有一点像借书证。对对对 对, 對。可是这个借书证是还的时候拿回来。对对对 对, 對。那你留在他那，他就知道这个是你的借的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这个我倒没看过。